免礼。列位臣工，芝若殿下，如今我有了决定，我玄牧云桑愿意嫁与宣阳玉臣为妃。从今往后，两族交好，永世太平。恭喜长王亲殿下。萧阳，上次赤云伤得很重，若是没有一个比汤谷灵力更充盈的地方护住他的灵体，恐怕他早就魂飞魄散了。我想了很久，也许只有传说中的圣地北冥了。是你救的他吗？我知道以你们的关系，他是不会跟你道谢的，但是我要谢谢你。这次他伤上加伤，恐怕要在北冥休养几年，否则恐怕他的灵体会崩溃。麻烦你带他去北冥，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就会完全康复。因祸得福，他的灵力也会更上一层。风吹云梳妆，岁月间魂惊西游后年，心有戏但愿执念，轮回过经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牵绊纠结，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层土一年暮，一花一树一坦途，情事中爱偏开在迷途。承恩殿上情难绝，桃花树下怒空虚，永诀别无相念。阿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阿莫，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？担心死四哥了。我去了河州城。你跑那儿去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那有多危险？我是去见赤云的。赤云？阿莫，你不是不知道大哥是怎么死的，你居然还跑去河州城见他，你真是让我失望。四哥，我答应你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真的？陛下，玄牧来信了，玄牧同意联姻，殿下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好，好啊，芷若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立刻下令让赤魔撤军。海雄有消息吗？回陛下，还没有找到，不过已经派人全力搜寻海雄将军的下落。嗯，海雄为我立下了战功，必定要将海雄将军找到，带回宣阳。是。父王。
好大的手笔！父王，儿臣只是立功心切，如果父王想要责罚儿臣，儿臣绝不辩解。立功心切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原本想什么吗？那只宣阳君本来是属于玉臣的，你为了一己私利，是数万将士生命于草芥，如此心胸，如何能担当大任？如何配做我宣阳王子？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吗？父王，儿臣绝无此意，只是想为宣阳破河舟而已。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？绝不能真的攻打河舟。何况你又是以什么身份去的河舟？你原本是出于玄牧特使，为什么中途转向战场？别以为你立了几次功，翅膀就硬了。父王息怒，儿臣不敢。我罚你禁足十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离开宣阳山半步。十年？这个处罚也……怎么？你还敢顶嘴？你信不信，我连你娘缠雷氏一起处罚？要不是她对你管教不严，整天叫你和朝云殿的人作对，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父王息怒，儿臣知罪，儿臣自作自受，甘愿受罚。你是何人？参见王姬。在下雨辰，乃叶枫麾下一员，近日随叶枫回到玄木山。原来是守护我河州的功臣。我听说了，多亏了将军，才能守护我河州大城。王姬过誉了，雨辰方才只是随便走走，听到这琴音，无意中竟被他吸引，对王姬都有冒犯，望王姬恕罪。原来将军也是懂琴之人。略通一二。王姬刚刚那指法乃玄牧所特有，当真妙不可言。将军谬赞了，既然是深谙音律的高手，不妨请将军抚琴一曲，云桑洗耳恭听。在下恭敬不如聪明。云桑有一事不明，王姬请教。将军为何以面具示人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幼时为歹人所害，面目被毁，故需用面具遮挡。不知王姬为何有此疑问？听着音律，让我想起一个故人。雨辰唐突了。无妨。也罢，浩许虽然不是被我所杀，
但也和宣阳进宫玄牧脱不了干系。啊，随他去吧。此举本来就是为了大皇未来着想，早十年和晚十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传信给玄牧王姬，告诉他我答应十年之约，让他安心服丧。十年之内，我宣扬对玄牧绝不动一兵一卒。王妃，王妃，您回来了。嗯，王上在哪？你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盛伦，之前你说过以后你就是玉臣，就是我们的大哥，这话还算数吗？当然。我有身孕了。我知道要你把这个孩子视若己出是很强人所难的，可是我只希望你能给他一个身份，能让他平平安安地长大。我会写下血书，说明他的身份。我保证不让他染指凌云族长之位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他就是我的亲生骨肉。谢谢。不久之后，我接到了四哥的消息，说四嫂有了身孕，母亲因此精神大涨，身体好了许多，又是养蚕又是织布，忙着给小孩做各种衣服。三年中，因为云桑姐姐答应了大哥的求婚，父王停止了进攻玄牧，宣阳和玄牧的战争暂时终止。盛伦利用这个时机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。盛伦找到了时机，对百官宣布我有了身孕，我才停止使用延缓胎儿生长的秘药。皇上，王妃诞下一名女婴，母女平安。好。我将祝颜花封印在她的眉心。祝颜花的灵力不仅可以滋养她的身体，危险的时候也可以保护她。愿你一辈子都能笑颜常开，不要辜负你母亲不顾一切给予你的生命。更重要的是，祝颜花会提醒赤羽，你到底是谁的骨肉。而赤羽依然在北冥养伤，整个大荒都没有他的消息。
知不知道我在北冥崖上这三年，我有多么的想你？卷黄沙满天，回身的一瞬间，唤醒记忆的容颜。桃树下缠绵，笑容的耀眼，刻骨思念。承恩殿上情难绝，桃花树下诺空许，永诀别无相念。就算彼岸渐远，就算雪漫荒野，永生永世唯愿。一往千年也不灭，我们说好的诺言，就让爱是最初的感觉。指尖征服岁月，感动如戏浮现，任夕阳漫过天边。一往千年也不灭，我们说好的诺言，上天庇佑，王姬诺素，年已七岁。我决定正式册封他为凌云王姬，享十亿四百。恭喜皇上，恭喜诺素王姬。这么喜庆的事情，怎么就没有人通知我一声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孙女册封的日子，我当然是来看我小孙女的了。诺素，快叫爷爷。诺素，叫爷爷。爷爷。乖。我在奇渊隐居，听到朝堂之上许多的风言风语，说圣伦是谋权篡位，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重伤我们父子关系，我因为身体不好才传位给圣伦。若是你们当中有谁觉得自己比圣伦更出色，更能胜任这凌云王，现在就给我站出来。我今天来这朝堂之上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圣伦是名正言顺接着凌云王之位的。日后若是我们再听到有什么风言风语，那就别怪我们父子不客气了。诺素，跟爷爷去奇缘玩好吗？好的，爷爷。嗯，来，爷爷抱。来喽，咱们去看鱼。就在那边啊，有一个小鱼塘啊。
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了，希望你能信守承诺，放过帝音和寒燕。父王放心，我答应你，就算抓到了寒燕，我也只会将她供养起来，绝对不会伤害她跟帝音的性命。你这个王做的的确还不错，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当初对我做的事情。对不起，父王。以后没什么事情不要来祈愿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是。还有，多让诺素来看看我吧。是。娘亲，儿臣刚刚得知，小妹的那个女儿已经正式被凌云封为王姬了。不过是迟早的事情，从孩子降生之日起，便已经注定昭云殿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如今册立王姬，只是让他们的地位更加稳固，已经不是我们纸月殿能够撼动了的了。娘亲莫伤心，纸月殿还有我呢，只要我一有机会，定将那昭云殿踩在脚下，为娘亲出气。这些年父王因为我水淹河州一事怪罪于我，可最近他对我的态度缓和了许多，我相信只要我再机灵一点，定能重新得到父王的重视。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，你是娘亲唯一的儿子，是我的依靠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。是娘亲。张伟呀，过来这边，过来张伟呀，张伟呀，张伟呀，这边这边，在这边呢，过来呀，这边，快过来，张伟张伟张伟，过来呀，谁呀？快来人呐！诺素，母后，父王，父王，诺素，我们去后面捉迷藏好不好？我在北冥疗伤的时候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。可是我醒了之后，看到的却是你刻在桃花树上，永诀别，无相念。是因为这个孩子吧？这些年我帮云桑重整玄木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下想念你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我今天下定决心来看你，却看到你们一家三口其乐融合。看来你真的是彻底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可是我却还一直想着你。你在试探谁的泪，
谁又为谁伤悲。我明白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来打扰你们。桃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我这就走。我的承诺该牵绊着谁？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坠。纷纷扰扰的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。用尽一生的执念，却难书写一个愿，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知道你在听，我本想一走了之，可我脑海中全是你的身影。我必须回来找你问清楚，我心中的阿木永远都不会违背许下的誓言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逼你，还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任何问题都能解决。没有人逼我，也没有什么苦衷。你走吧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我和盛伦已经有了一个女儿。我看到了，我不在乎，我想清楚了，我爱的是你的一切，当然也包括你的女儿。要怪只能怪我没有在你身边，没有好好的保护你。不过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不管什么困难都交给我，好吗？阿木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与盛伦日久生情，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一切都不可能有挽回的余地。阿木，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挽回你，我只知道你是我赤云此生唯一的女人。赤云，对不起，我也爱你，但是无论是为了我的家人，还是为了诺苏，我都不能跟你在一起。我只想让你，让诺苏，让大家都平安地活着。父王，婚期将至，我即将离开玄牧了。小的时候你跟我说，身在王位上的人要肩负起天下所有人的喜怒哀乐，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意思，现在我终于懂了，但是我不后悔，这是我的命运，也是身为王族的责任。我就是有点担心
我走了以后不能常常来看你。父王您放心，我会让长熙一有时间就来陪您说说话。虽然我以后去了宣阳，但是我一定会誓死守护玄牧的。父王，我走了。雨辰将军，你来了。许久未见。是啊。不知长王姬叫在下来有何吩咐？大婚将至，我马上就要离开玄牧了，是有一事相求，所以特地请将军前来。不知长王姬所为何事？我想看一看面具下的你长什么样子，不知道将军是否愿意摘下面具。在下面部遭受重创，长王姬还是不要看的为好，以免吓到你。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人了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即使如此，在下告辞了。殿下去了宣阳，要保重身体。五年久卧。我会的。初见若缱绻誓言，风吹云舒卷岁月间，魂惊细又何年，心有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几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。